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，再向法师行三问讯礼。阿弥陀佛。请坐下。
自信清净心的发用，可以如此的使用。那今天的下午啊，我们要进展到这个圆顿的部分。圆顿的部分之前呢、啊，有一些基本的法术啊、法的冥想，希望大家可以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，最好是背起来。最基本的是什么呢？五蕴、摩吻、色受想行识啊、色受想行识。色是什么？色是什么？物质现象。受想行识是什么？精神现象。色就是你眼睛看到的一切叫做色，眼睛看到的东西都叫色吧。物质现象有什么组成的？由地水火风组成的四大。你看任何东西 不外乎就是这四种。我们身体上骨头那个就是地大，血液就是水大，我们的温度火大，还有我们的呼吸那是风大。所以你看、哦、我们之所以能够活着，就是不外乎这个地水火风啊组成的。稍待一会儿，把它设定好。所以这个色蕴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大组成。当你可以用这四大来看你的身体，看别人的身体，看这个地球上的物质，当你可以这样子来看的时候，就可以怎么样啊？就可以去除我执。我们为什么会有执着？无非不知道原来啊，所谓的我不过是四大合合假合成的，拆开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最基本的用世界分别观、世界差别观来去除我执，这是色蕴。受蕴呢？受蕴是什么？三种受，三种感受：苦受、乐受跟无苦无乐受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乐受，这三种。苦，请问大家苦受苦不苦？苦受是不是苦的？嗯，是吗？没错吧？那乐受呢？乐受是不是苦的？乐受是乐还是苦？乐，苦哦，到底是乐还是苦？苦。苦，嗯，没错。为什么乐是苦？因为乐无法一直维持在它乐的状态，它会衰减，它刹那不住，没办法维持住，所以乐也是一种苦，这种苦叫坏苦，会坏掉的苦。不苦不乐还是苦，为什么？比如说啊，你这个时候在发呆，发呆没有什么感觉，不苦不乐。可是发呆啊，它也无法一直维持住啊，它下一刹那可能变成苦或者乐，这两种可能性都会发生，所以不苦不乐也会变。这种哦，逼迫性，逼迫它一定会变，这个叫行苦，不得不变。所以你看，苦当然是苦，叫苦苦。乐还是苦，是坏苦；不苦乐还是苦，叫行苦。所以佛陀说：“凡有所受，悉皆是苦。只要有感受，全部是苦的。”所以，对于受蕴，你没刹那要了解得很清楚，现在的感受到底是什么？而这些感受无非就是苦，你通通要如此的来了解。
再来想，想是什么呢？想有六种想，眼处色所生想，耳处声所生想，鼻处这个香所生想，舌处味所生想，身处触所生想，意处法所生想。你之所以会有一些想的事情，你会想事情，不是凭空而来，都是因为你的眼睛有看到东西，耳朵有听到声音，才会产生出来，不是吗？所以想是由六根初六尘时候产生出来的想。行呢？行有哪些？行有三种行：身行、口行、意行。身口意行，如果你造恶，它叫做三恶行：身恶行、口恶行、意恶行。如果你造善业，它叫做身妙行、口妙行、意妙行。所以看看你是要造什么业，你会受相当的果报，相应的果报。造善业得善报，造恶业得恶报。行啊，所以这个行大部分是在执行那个业的。你有这个行，它会在未来啊，这个开花结果。但是最后一个是事。意识的识，识是什么？六种：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你眼睛看到东西的时候会有认识作用，那个叫眼识；耳朵听到声音，现在小鸟在叫，外面是哪一种鸟，你会有认识作用。不同的根本在促进的时候，有不同的认识作用。那个叫做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到了大乘佛法，又多了这个摩那识跟阿赖耶识。那不管，最基本的就是六识。以上为大家解释的这五蕴，最好背起来。背起来做什么？观察，你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你的五蕴啊，否则是很难修的。当然，早上六妙门，智者大师讲六妙是一个修法。那最基本的这五蕴，是佛陀当初就讲的一个方法，观察五蕴。所以你们要背起来。来，五蕴哪五蕴？啊，滴滴答答，各点来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色由什么组成？物质。四大物质由四大组成。四大是什么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。那这个受呢？受是什么？有几种感受？三种。哪三种？冷受、热受、苦受。这三种受是不是都是苦的？苦受是什么苦？乐受什么苦？不苦不乐受什么苦？好，要确定哦。没有确定的话哦，你还是会去追求快乐。如果你确定这三种受都是苦，你就不会去追求快乐了。再来，想，想有几种？五种。六种。六种是哪六个呢？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阿弥陀佛，不是啦，眼处色所生想，耳处声所生想，简而言之说什么？六根处六尘所生想，这样会不会？来讲一次，六根处六尘所生想，对，行，行有几种？哪三种？身口意，如果造恶叫什么？叫身恶行、口恶行、意恶行。如果造善业叫什么？
生妙行，孔妙行，意。对，生妙行，孔妙行，意妙行。好，那是呢？是有几种？是受想行识的是六种，哪六种？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要记住。所以这五蕴啊，背起来要熟记，熟记不摸烂手啊，随时碰到境界就现起，可以现起五蕴啊。你现在可能是感受比较强烈，或者是啊你的这个行运比较强烈，还是你的判断作用视运比较强烈啊，你都可以起观，都可以知道怎么观察啊。这个是最最基本的佛陀教的啊，希望大家对这个先要了解清楚。了解清楚了之后呢，现在我们就来啊进入这个六妙门的圆度观法。那在让在讲圆度观法之前呢，我先让大家看一个短片。这个短片告诉你一件事：凡有所受，悉皆是苦。也告诉你一件事情：生命的本质是苦。好，请先关一下前面的电灯。这个语言哦，你们可能听不懂，我会稍微翻译。这是一个阿嬷，这是孙子。阿嬷，你煮好未？你煮好未？我捌做准枵的啦。你甲阿嬷讲话，会过迄那就歹去啊。我出去买物件回家，你还袂煮哦？我唔知影，迄电锅发生什么代志，歹去啊！不要紧，我出来买互你食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回来，较紧的啊！这在描述阿兹海默症。加腿饭好啊，较侪肉的，啊气骨，加加寡肉，阮孙仔爱食。请你跟我讲，你要回去好无？Sorry, I don't understand. 对不起，我唔知你的语言。
你敢要带我回去？你住倒位？不知影呢，请你带我回去。你有迄个身份证无？恁倒会倒？你唔知哦？你住倒？阮孙做幺的啦，我已经摕好只。你爱甲我讲住倒啊？好，回去就对了啦。阮孙在等我呢，伊做幺幺死啊，拜托的啦。我带你去警察局好无？带我回去啦，拜托的啦。阮孙在等我啦，拜托的啦。出去也袂回来哦。哦，刚刚某了，有哪出去要找找伊？你直接冲上海的路中啊！你直接冲上，奈安呢？先生拜托，带我回去处理。阮孙仔做妖，我是恁囝，阿田。夫人，请你带我。回去，阮祖听做妖的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。阿孙啊，阿嬷，予你失望啦，歹势，你莫生气啊。你爱吃的鸡腿饭，你吃，紧吃紧吃。紧吃。阿嬷是累了，你还好吧？我还好，我做好了。叫叫，可怜的囡仔，都在描述阿兹海默症，所以，你看哦，这个每7秒钟在世界上就多出一个新的例子，
而且这个阿兹海默症呢、啊、到现在没有预防与治疗的方法，不仅没有治疗方法，也没有办法预防。那个柴契尔夫人以及那个雷根总统，他们都患过阿兹海默症，他们都是患得这种症状。你看，所以这边佛陀曾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、啊、他在多生多劫以来，累劫以来，他发现生命中有许多的选择性，可是他发现任何一种选择性都导向苦。如果你以前对这句话无法了解，你从现在这个片子就会了解。有哪一个人老要得这种病，无任何人想要得，但是无选择性，你要得着，那是无，你要真要无方，嘛无法度无方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就是爱趁暂时头脑清醒的时阵，爱紧修的，啊紧修的。会再跟你讲，六妙门随时要提出来修，属水指观环境这六个，你在家里的时候，每天早晚最好打坐练习一下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你也可以随时用六妙门来修。而且初步来说，它好像是属水指观环境一个一个修嘛，先修会，修会了之后，就以后呢，你要随时按照状况取其中一个法来修。比如说、啊，你要经常去实验，你贪心的时候，到底六妙门哪一个可以降服贪心最有效率？你每一个都要给它试过一次。每一个都试过一次，如果你试完发现你用指习指门属水指的指，用指门来对治比较好对治，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啊，以后我贪欲心来的时候呢，就要用指门。如果你用水门发现比较好对治生气，你就应该用水门来对治生气、哦、你要去找出那这个每一个法门，六妙门每一个里头呢，对治你哪一种情况，哪一种情境最适合，你要自己寻找出来。但是前提就是你六个都要给它run过一次，要run过，全部要修过，你才知道哪一个是最适合你什么情况。但是如果你后来找到用指门对治贪欲比较有效，这也不是绝对的，因为每一次的贪欲众缘和合的情况不同，也许这一次的贪欲用指门有效，下一次的贪欲你发现无效，那无效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就用其他的法，就用属随观环境，就不一定只有用指，你可以用属随观环境，其他五个再试试看。这就是六妙门哦，这个不次第的地方，没有一定的地方。所以普通时啊，读经你就拢爱甲想看卖，普通时啊拢爱想看卖。人普通时啊无想啊，临时抱佛脚，嘿，无法度。好，啊，过来咱就看下晡一张。不过这边吼，大家看第八点的所在。第八点是观心六妙门，分别你好，看第八点。好，比较下功啊，观心六妙门者，此为大根信行人。善事法恶不由次第，寻找诸法之源。如果你哪边修圆顿止观，修这个圆顿的六妙门，这是爱大根性的修行者。比较咧修吼，较好修，
啊，无你毋知影这边修会歹修，但是今仔日我就是必须要把这烦恼全部拢给你，啊，就是讲次第的，啊，六妙门次第修，会知你知影，圆顿的妙修先给你知影。这就是讲哦，你是大根器的修行人，对这个法，每一法的情形你拢做了解。你唔免经过这个触地，你唔免经过这个阶段，哦，一关一关来修，唔免。你马上会当去观察诸法的根源，马上你会当看见诸法的根源，直接看它。以前有讲啊，什么是诸法的根源呢？你看啊，所谓众生心。众生心啊，对，众生的心就是诸法的根。啊，你会讲，不是我的心哦，是众生的心哦。各位，你的心和众生的心有相共吗？有相共，倒位相共，相共在倒。咱每一个人的心会无相同，是因为你有你的你爱的物件，别人有别人爱的物件。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无同，所以那想无同。但是你若会当弃除贪嗔痴，弃除所有的这个。喜怒哀乐，这物件剔除了后，呈现出来的那个心呐、啊，全部一样。那那想大海，你知无？浊水溪的河流，跟其他溪水的河流，流进这个台湾海峡，每一条河流它的酸碱度、咸度。各不相同，啊，清澈度也不相同，可是流到大海全部一致，不再有分别。同样道理，表面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，好像跟所有众生的心不一样，实际上在深处，所有的心是打成一片的。诸佛与诸佛之间都可以了解彼此，不用透过语言。为什么？因为诸佛与诸佛的心了了分明，能够知道。如果我们的心也能够去除那些污染，呈现出清净的一面，那么所有的心是朗然万照，能够照射诸法，打成一片。所有的人的心呢、啊，通通一样。你看到我，我看到你，彼此互相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有一颗清净心。这是不需要用言语多说的。所以你看呐、啊，所谓众生心也，一切万法由心而起，所有的法是由这个心起的。如果你可以。回过头来观察这个心性，那么你看呢、啊？不可得而心源，即是万法皆无根本。你回到这颗最根本的心去观察，你会发现所谓的这个心源、心的根源、啊、是不可得的。这边呢、啊，你们要这样读，你看这个不可得心源哦，你这个心源跟不可得哦，要对调。对调，因为它是倒装，你就要变成心缘不可得。你如果反观心性呢、啊，就会发现心缘不可得。我早上已经有讲过啊，表面上你感觉贪心好像从一个地方起，嗔心由一个地方起，你去找那个地方，你每次找到之后，它又变了，那个位置都会变。
你没办法确切掌握一颗心是固定由一处升起的，所以这边你反观心性之后，就会发现啊，心缘不可得。既然不可得，你就知道了，万法皆无根本。为什么？我们说万法为心造，万法的根本是由心所造的。但是这边他探求心源之后，探求心的根源之后，发现心的根源根本就没有，找不到。既然找不到，万法就无根本。所以这个我们晚课这个放龙山的第一句话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心，一切唯心造。表面上唯心造，好像万法的根本呢在心，可是现在他告诉你心找不到。所以说万法唯心造这句话，如果再更精确的讲，万法无根本，万法唯心造等于万法无根本，根本找不到，因为心找不到。心他说万法唯心造，只是初步让你了解我们今天的一切造作是从心来的，可是你真正去找心就是找不到啊，找不到就没有根本了。所以这边就会他就告诉你万法无根本。约此观心说六妙门非如前言，这样子的观心方法跟之前讲的六妙门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如行者初学观心时，知一切世间出世间诸数量法皆从心出，就好像一个修行者他刚学习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呢，知道一切的世间法跟处世间法所有的数量，世间法有很多数量啊，你看世间法，你看那个今天你如果是在工厂做，你今天可能要生产固定要生产多少数量的东西，你不能够缺少啊。今天老板你在那个小学阿北工作，小学阿北老板一定分配你固定数量的工作，你今天一定要给他做完啊。你今天在任何地方都有他的数量在，所以世间的各行各业有他的数量，不只是工作量，很多方面都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来讨论。出世间法也是一样，你看出世间法也有数量啊，一法万法唯心造，心；二法止观；三法戒定慧闻思修；四法四圣谛苦集灭道；五法无根无力。你可以用数量来说很多出世间法的东西啊，世间法、出世间法皆可以把它量化，但是啊，他这边说啊，你都可以发现，通通从心而出。这些世间的数量、出世间的数量法，都是从心而出，离心之外更无一法，离开这一颗心性之外啊，更没有一法了。所以啊，这边的属门，我们早上是属呼吸嘛，呼气的时候属一。吸气不数，这样数到十。这边的数门不是在数呼吸的哦，它是把万法收摄于一心，于一心中去数世间的数量与出世间的数量之法，不是数呼吸的哦。所以这边它是数更细更多的东西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心不够细腻，那个法在一刹那中不晓得变多少次了，有很多一刹那里，一刹那里头很多的这个心升起又灭，升起又灭。你如果要用这种方式修的话，你的心禅定要够深，你就可以数这一种方，用数门这种方式去数出世间法跟世间法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这样子，这是属门，在观心六妙门里面的属门。我们再往下看，随门，
关心右庙门的水门是怎么来关呢？这边他说啊，当一个修行者，他观察自己的心性之后，知道一切数量的法都是跟着心往。如果没有心往啊，就没有心数啊。心往心数是什么呢？心往就是心，一般我们讲的心就是心往，心数就是心所。这个是唯识宗里面探讨最多了。那唯识宗又源自阿毗达摩，像阿毗达摩俱舍论里头也就有谈到了，什么是心？六识是心，是心王。什么是心数？什么是心所？在阿毗达摩俱舍论里面，他分析出46种心所。在南传阿毗达摩概要精简里头，他分析出52种心所。所以每一部阿毗达摩论师们分析出来的结果不大一样，那没关系，你只要知道什么是心王，什么是心所就好。再问一次，心王是什么？哇，六识。六识是什么？请背出来一次。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不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叫什么？六根啊！你们背六识的时候要加一个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这六识是这里的什么？心王。好，这样有搞清楚了哈、哦。那心所是什么？伴随着心王升起的。比如说，你的眼识去看东西的时候，心往眼识产生了吗？哎，看到东西有某种感受，受的心所产生，这是一种心所。思的心所产生，触的心所产生，甚至呢，圣解跟作意这两个都是心所。你如果有读普利道次第广论的人就会知道，宗喀巴他经常把圣解作意啊写出来，经常用圣解作意这一个名词。事实上，你如果读过阿毗达摩，就会知道，圣解作意是两个心所，不是一个名词的，不是一个术语。圣解作意通常人家会了解成是一个术语，不是。它是两个心所，圣解是一个心所，作意又是一个心所。作意就是把你的心投向对象，把你的心，比如说你的对象是这个观呼吸，作意的时候你就要把心投向于观呼吸这个对象上，好好修。你的所缘境是佛号，你作意就必须要把你的心呢投向于佛号，这个就是作意。那圣解就是把它加以增长广大，把它放大，不只是这样子老实修而已，你还要把它放大，甚至把它放到无限大都有可能。所以圣解作意它不是一组名词，它是两个心所。好，我现在不想讲这么多东西，这种阿毗达摩，我现在只是要告诉大家，心王跟心数它是这样子的情况。心王是六识，心数有更多的。当然这个心在南传阿毗达摩里面有讲121心的，有讲89心的，不管，你们先不要管那么多，先了解心王跟心所。好，那心王，如果没有心王就没有心数，就没有心所。为什么？我刚才讲过了，心数是伴随着心王而升起的，心王不生，心数无法生。心王动的缘故，心数也就动了。譬如百官臣民啊，都是跟着大王，所以这个诸数量法依随心房也是这样，就是说你的心数
跟着新王升起也是这样，为什么？就好像百官成名，他一定要跟在大王后面一样。那这样子观的时候呢，就知道心是随门啊。为什么？这里的随是什么？观察心王跟心术全部观，而且你知道当下是什么心，然后有哪些心所法伴随着这个心王生伴随，这个就是随门。所以在次第的六妙门里头啊，这个随门是随着呼吸，跟随着呼吸观呼吸，跟随着呼吸出呼气的时候就知道他呼气，吸气的时候知道他吸气，这是跟随着呼吸。可是到了这边他不是跟随呼吸，他这边是跟随着心王跟心术，你了知心术跟随着心王是这样子。所以这边的那个随门是这样。再来看这个止门，行者观心的时候呢，知道心性常寂，即以诸法异寂。你看去过海边秋茂云吧，秋茂云的海浪是不是一波又一波的过来？没错。可是你们知道这个海平面下面一两千公尺全部是静止不动的吗？当然不是完全静止的，你还是可以说它是有微小的在流动，还是有，但是是非常稳定的。真正不稳定的是海平面一波又一波的波浪，我们的心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心的深，我们内心深层是很稳定的流动，如静止的流水一样稳定的流动着。可是心的表面波涛汹涌，一句话就可以了，一句话就让你波涛汹涌了，本烫足本烫的，一句话插就可以让人水水吼，叫要反击，让人要反击你的。所以你看，所以当我们渐渐去关心关得很深的时候，就知道哇，我们所有的心啊都是起心动念，都是在很表面的地方在起心动念，其实啊整个心的大部分是经常寂静的。你要修到有这种感觉啊，我现在好像在跟你描述心的情况，这样没有用，你自己要修到你的心哦，有这种感觉哦。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肃静的，偶尔才发现一两个波动。啊，凡夫是怎么样？不是偶尔才一两个波动，是一秒钟好多个波动哦，是安内。啊，你若想要知影讲？足久足久，还有几啊波动，恁都爱常常看寺庙。寺庙内底就是足肃静的，哦，逐日拢足肃静的，寂静。哦，啊，恁就看，迄寺庙内底有诶师傅啊，就坐伫遐念佛，哦，啊，足静的，啊，静静爱念，迄就是安那，迄就是经常，你就从一个表法上面看到。都修行极静，经常处于极静中。嗯，你自己去修，修久了，也是会发现到自己的心越来越极静。很多人啊，这个修行之后，以前啊很喜欢唱 KTV， 喜欢唱流行歌曲。自从这个学佛之后呢，哇，觉得那个很吵，然后呢就不喜欢唱歌了。现在都喜欢唱那个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唱对，这一代现在唱的南无观世音菩萨对。所以，就是安尼啦，就是讲你放下吼，愈来愈静，你就知影讲这静就是心的本性，心性常寂，寂故不念，不念故寂不动。如果心性常寂，你到了这边了，根本不用再去关心了。上面属门跟随门还在关心呢，尤其随门，随门要关心网跟心锁，要关很多东西。
你如果要了解这一个部分，最好去读一下唯识或阿毗达摩，你会更了解随门心术，心所跟随着心王。那这个部分他告诉你，心王跟心所啊，它只是少部分起伏，尤其对于一个有禅定的人而言，它只是偶尔起伏一下，大部分都是在极静。啊，既然都在极静之中，你干嘛还去看它呢？你这个时候呢，就怎么样啊？一般人他只看到海平面在波涛汹涌。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全人、全知全能的上帝，你看到的是整个海，立体的海，不是看到海平面。你具有透视能力，看到海下面的所有情况啊，原来表面只是那么一丁点、一丁点的事情而已。今天你要训练到自己的心可以透视到整个心。你要训练你自己可以透视到全体的心性，不是只有看到心的表面活动，心的全体你看到，那么你就知道说，哎呀，表面的根本不用念了，表面那只是很小的部分在那边波动波动，还需要去观它吗？根本不用观了啦。这个时候你知道全体情况之后，你就不用再观那个表面的东西，因为表面的东西不登大雅之堂，根本不用观了。但是我说的很清楚哦，你要达到不念，不是一开始就不念，你是有能力已经观察到全体的心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刚才讲的121心你背起来了吗？46心所你背起来了吗？52心所你背起来了吗？如果你心王跟心所这些东西你都背起来了，你才有资格说我全体掌握得清清楚楚，我把心王跟心所掌握得清清楚楚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说，哎呀，那没什么，就算心王心所通通我了知清清楚楚，我也知道整个心的大部分状态是平静的，没有这些东西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念了。你已经了解了透彻了之后呢，就不用念了。不念的缘故啊，你的心更不动，你更如如不动了。否则当你又持续在关照内心的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保持那个关照的时候呢，那一种关照它是一个 activity， 是一种活动，那也是一种活动，它无法让你达到更深的情况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不要再念了，你在起念还是动，所以完全不用念，到这里完全不用念，即不动，这个时候就不动，不动故名止观，当知心者即是止门，这样子修就是止门，这样子修就是止了。这个在《不利道次第广论》有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因为我们修止的缘故，心啊不动，但是由于你修观的缘故，你的心啊像山一样不动，羽毛也可以不动啊，花也可以不动啊，可是这种不动是很没力量的，一个外境来它就动，山的不动，那个相对于一片花一片落叶而言，那个山的不动才是更稳固的不动。所以有止故不动，有观故如山。所以止这边啊，是这下面会讲观，这边止你们知道，可是这边的止你们要知道，我再跟早上比较一次给你看，早上的止纯粹只是说临极其心，你不要再观呼吸了，不要再数数目字，不要再观现在是入息还是出息了，不要再观了，纯粹让你的心啊停止下来，临极其心，这个是止，早上的止。这边的止是怎么样？他知道全体心性都是经常处于极静的状态之后呢，他不念了，不念那个这个心了，不关心了，不关照心的，不关，这才是止。
所以现在讲的止哈，跟早上的止又有一点不一样了，它是更进一步的。接下来我们看观不彻，行者当观心时，觉了心性犹如虚空，无名无相，一切言语道，语言道断，开无明藏，见真实性，于一切诸法得无着慧，当知行者即是观门。这在讲观呢。当你在观心的时候呢，你发现自己的心啊，跟虚空一样。原本你的心生生灭灭，起起伏伏，一下子恶念，一下子善念，恶念有很多，善念也有很多种，总之就是起起伏伏。现在你的心呢，达到非常开阔的程度，好像虚空一样，无名无相。这个时候在说你的心呢，没什么内容物了，几乎就是朗然一片了，跟整个法界打通一片，会觉了心性犹如虚空，无名无相。在虚空之中啊，你那是种内心的感觉，在这种内心的感觉之中，你没办法说它到底是什么，你一说就不是，一说即不是。所以他说一切语言道断，开无明藏，你一说就不是了，因为它无法描述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已经转无明为明，所以他说开无明藏，已经不会无明了，已经是明了，而且是见到诸法实相，见真实性，就见诸法实相，于一切诸法得无着慧，不会再沾着，你的智慧具有不执着的智慧，不会再执着任何一法。我们会执着是因为什么？爱，我们对于东西有爱，对人有爱，放不下啊，放不下，因为爱才会去取着，去执着。如果没有爱，就没有取着。在关门这个阶段，不要说爱，你的心都像虚空一般广大了，哪来的爱呢？假设的哦，你说爱的话，在止门就已经停掉了。为什么？在止门呢，你观察到全体心性的时候，你发现所谓的爱只是心的表面活动。既然是心的表面活动，有那么重要吗？你必须把这个爱纳入你整个生命里头很重要的一环吗？很多人说啊，这个上大学啊就要修什么爱情学分，这个爱情学，你这边想一想，你如果了解整个心性的全体，爱情学分一定要修吗？这不是很重要，它只是很表面一个小东西而已。所以如果你可以了解到止门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基本上爱已经在这边不可能有，就算有你也不会很在意，过眼云烟，生又灭，过眼云烟。你干嘛看他看太久，看那么久干嘛？过去就过去了。所以止门今天我们是有情如果你不是有情，不会入娑婆世界。今天你是有情，所以会入娑婆世界。所以不可能，我们不可能说通通没有爱，可是你要训练自己，任何爱升起的时候，知道它只是表面活动。好，那这边也是啊，你如果没有爱，你知道了爱只是表面活动，到了这边，你的心又像虚空一般的广大，怎么会执着呢？我说过了，爱是对，执着是因为爱才有执着。这个源自于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是什么？无名、行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入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。哎，这个要背，我再讲一次：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。来背一次，预备，起。
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。好，换你们背，预备起。要加油。爱取有就是中间，在中间那边，取就是会想要取来，要占有它，所以它是因为爱而来。那到这边呢、你的心都不虚空了，那个爱根本呢、只是虚空里面的一小点，你会执着吗？根本不会执着的。所以这边的做法跟原始佛教有很大的区别。原始佛教的做法是什么？从断无明开始，断无明啊，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事灭，乃至于生灭、老死灭、忧悲恼苦灭、存大苦聚灭，全部灭掉。从这样灭，从无明灭这样全部灭掉。那这边呢，它不是这种灭法，它是直接把你的心性扩大成虚空一样般广，一般广大。你所有的善法恶法进来通通没关系，但是每一个善法恶法我很确定只是占一丁点 一小部分，根本没关系。你看大海啊，大海啊，假设只有流入一滴毒汁，有毒的汁，蛇的汁一样， 蛇的那种毒汁流进大海里面，它会有毒吗？不可能有。同样道理，你任何的贪嗔痴，你一点点贪嗔痴对于整个心性而言，甚至说了这个心性一通是通到众生心哦，不是只有你一个心，是众生心，全体的众生心。那么你一丁点的烦恼算什么？小 case， 那个算小 case 哦，所以根本不起作用。但是这个必须你有对于这个法通达。通达成这个样子，你在修哈、比较好思维，才可以哈、真正如法。否则哈、你这样子没有通的话，贪嗔痴的还是照倒掉了，还是会倒掉的。所以现在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个关门是这个样子哦，关门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还跟净，还跟净。我们的指门，指门大家好久用哦，今晚用一个，请大家用骨坐好笔，放轻松，专心，全部的身躯放轻松。口诀定义：舌抵上颚，收下巴，眼睛闭上。注意力，现在不用观呼吸。我们修指门是怎么修呢？放在你的心。你的心现在在动吗？有没有在动？它在干嘛？在想什么？你现在的心是什么心？去看看它。看到它的动之后呢，将它停止下来，不要让它动。那如果现在在想事情，不要想，停止下。心在那边动，你试着让它停止，不让它继续动。作意停止，心很难停止，没错。你只要将“临极其心”这四个字记住就好，让心凝止下来，极静，让它极静，让它停止，不要再动。只有做这件事，看你的心，让你的心停止，不是呼吸停止哦，是心停止。我们修五分钟。
些空间。有一个秘书问一个问题，说好，伊讲咱这修行吼，拄则讲的就是把咱的心吼放大，放啊足大。但是放大时阵吼，小看一个起心动念会惊吓，怎么样做？会有恐惧感。解决的方法就是咱静坐。指用指门修，卖个放大，讲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唔难个放大，停下来，指下来，用指门这样修，临即起心，迄、那个感觉，恐惧感都无去啊，都无去啊，吼、哦，即种即个问题就是安解决。啊，搁有就是安怎呢？拄只咱教迄种方法吼，我讲。咱的心，然后全体遐尼大拢了解了后，小看一个贪嗔痴，迄就无啥。但是你也了解哦，一个贪嗔痴，小看贪嗔痴就无啥，是不是代表讲要去做贪嗔痴的代志？不是安尼。你要知道，造业还是要受报。你的心放啊足大方面，重点在于你有没有执行。一个贪嗔痴的心念产生出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执行那个贪心、嗔心或痴心？你去执行还是要受报。那当然，你如果说，哦，我受报，我今天是为了众生做事情，然后受报，你不在意，那就没关系，反正你心量很大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那个受报哦。他还是会受的，你自己要知道。如果你今天是为众生，那种受报的，尤其是恶业，恶业它会减少，会减小，不会那么严重，哦，是这样。而且，如果你的心量够广，那些贪嗔痴的东西应该不会去执行。你会执行，表示沾着了。你没有达到无着慧，你没有达到无着慧，你还是沾着，哦，去执行。所以重点你要怎么样？不执行。为什么不执行？因为它是一小点位，根本哦，你不会去在意它。我觉得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看这个环门，行者当观心时，既不得所观之心。亦不得能观之智。行者他观心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没有得到所观之心。为什么？子门已经讲了，啊，子门已经讲，你看，即故不念，根本不关心了。子门已经不关心了啦，已经没有在关心了。所以你看，亦不得所观之心，就算有去观，这个心也找不到，所以根本不观了。既不得所观之心，亦不得能观之智。既然不观心，或者是说连心都找不到，那怎么会有能观的智慧呢？所以能去观察的智慧也就没有了。此时啊，心如虚空，无所依依。啊，你的心就像虚空一般广大。啊，这边也讲过了，这边犹如虚空已经讲一次了，这边又一次。这个时候心如虚空。没有依靠，以无着妙慧，虽不见诸法，而观通达一切诸法。虽然你对于一切法无分别、不执着，所有的诸法，你看，你要记得，虽不见诸法，各位，这个不见哈，不是真的没看见，这个不见是哈，所有诸法在你眼睛前面过去。过去就过去，你没有看见之后把它执着住，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哦。不见诸法不是说没有看见任何一物，不是，是看见而让它过去，就叫不见。这个是般若经里面很特殊的修行方式。般若经它是
历一切的境界，经历所有的境界，在经历所有境界的同时呢，让它过去，没有停在眼前，让它过去。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看，虽不见诸法而观通达一切诸法，让它过去，看见，让它过去。但是呢，并不是说他对诸法就不了解，他很了解，他是很通达的。曾经有这个有人啊问佛陀这个饲养牛的方法，佛陀讲出了十一种，这个牧牛人本身只懂十种，佛陀懂十一种。所以你看，并不是说你今天达到一种无分别的智慧之后，你对于什么东西都不懂，不是这样哦。你可能懂得比别人还多，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智慧很犀利，很锐利，看得比别人更深更广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时候啊，分别显示入诸法界无所缺解。这个时候修行者啊，他通达一切诸法，而且可以为众生啊分别显示这些诸法，然后呢，他又进入种种法界无所缺解。就是说，进入法界，以我们现在这个人世间来讲，你可能一下子进入商界，一下子进入学术界，一下子进入体育界、文艺界等等界，你可能进入种种的法界，去帮助那里面的众生，这是可能的，这是可能的。尤其你今天是以佛法为置业的人。像出家众，以出家众来讲，他接触的这个行业是各行各业，有可能接触到商人、老师，或者是这个艺术家、画家、书法家，都有可能接触。因为所有的人，他有一个共通的需求，心灵提升，他希望心灵提升。所以今天只要你有法，你有修行，甚至你是一个在家居士，你很有修行，人家亲近你之后也会向你讨论佛法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，你可以入诸法界，你可以跟各种人啊说明佛法，无所缺解，不生不灭，普现色身，垂行九道。这个是指这个大菩萨的境界了吧？普现色身啊，它是怎么样？像普门品里面那样子的观音菩萨境界，众生应以这个童女身得度者，则现童女身；众生应以宰官身得度者，就现宰官身；众生应以比丘身得度者，则现比丘身。所以你看，他就可以普现色身，看要显现什么色身都没问题，而且所显现的色身呢，垂行九道。九道就是人天人啊天啊欲界天，以及色界天无色界天哦，这个有九道加起来，总之就是三界里面的人天。你可以让色身啊垂行到人天这个三界里面，而且呢入遍通藏，这个不是藏通皮眼的藏通，这个是啊是指什么？你可以显示种种的神变，你可以进入种种的神变来帮助众生度化众生。通藏是指精通三藏，你有这种智慧，甚至可以精通三藏，而且呢可以显示种种的神变。好，那菩萨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？我请问大家，菩萨干嘛一直跑来跑去的，一下子跑到天上，一下子跑到阿弥陀佛净土，一下子跑到阿处佛国净土，他跑来跑去，这些菩萨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呢？为什么？在台南市啊，你好好居住就好，干嘛乱跑到一堆地方去？为什么？菩萨就是一直在跑啊，他一直在度众生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还要集诸三根啊。他集合这些三根干嘛？回向菩提，庄严佛道。
没错了，一切皆空，四大皆空，一切皆空。菩萨他了解到空之后呢，不停止在空，他让自己进入九道，进入所有的三界里面，所有的可能性，甚至佛国净土。那么提出善根，回向菩提，庄严佛道，当知心者即是方便。所以你们看，你们今天来到开元寺是干嘛？庄严佛道。你们也是啊，你们也是来这边的，垂心九道，所以你们也是菩萨嘛，庄严佛道。当知心者即是还人，这样子就是还，这样就是还人。那这边的还是跟什么有关呢？啊，为什么这边叫还？因为他观心之后，观心就是回到心的根本来观。他观之后呢，不得所观之心，亦不得能观之智。这个叫什么？尽智双亡。早上有没有提过尽智双亡？还记吗？记得吗？早上提过，在还门这一门叫做尽智双亡。那到了这个自信清净心第六点进门那一门的时候，他是不仅啊尽智双亡，连无尽智跟有尽智这两个对立面都取消掉，他是更进一步的取消，哦，所以是这个样子。你看啊，所以这一个地方就是还门，还门修了之后啊，他进入了一个根本。进入一个很根本的核心之后，那个核心其实是没有核心，可是没有核心它又能够开显出诸法来。你看，虽不见诸法而通达一切诸法，可以分别显示。所以我这边再讲一次，你进入空性不是全部都没有，进入空性你是通达诸法之后再为众生开演出诸法，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说什么都没有，那个是有内容物的，不是空空如也，是有内容物的。再来，我们进入进门。复次，行者当观心时，虽不得心即诸法，而能了了分别一切诸法。当我们修行者在观心的时候呢，上面已经知道不得心即诸法。第五门、第四门都是这样的，第三门止门就是了，止门已经说了，不去关心了。那他这边就得到说，虽然不得心即诸法，而能了了分别一切诸法，可是还是了了分别，就好像说什么呢？今天你走过我眼前，走过去的时候，我不去分别你是谁，可是我知道有人走过去。我还是很能够分别一切诸法。那我不分别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是因为我没有起那种心去观察。但是我一起心观察，还是可以分别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分别一切法，不着一切法，成就一切法，不染一切法。虽然你在分别一切法之中可以了解任何一法，可是呢，你又不会去沾着。凡夫是什么呢？凡夫是他在分别之后产生喜怒哀乐，对于自己喜欢的就沾着，对于不喜欢的就特别排斥。这边他是怎么了？他可以分别一切法，了了分别，可是呢，他又不会执着，不会停住，甚至呢，他成就别人，成就一切法，成就他，帮忙他，推他一把。我们佛教界最多这样子的人，很容易，很我们佛教界很多很多人都是很慈悲，成就他了，成就一切法，推他一把，都是这样子，不染一切法，在分别诸法、开眼诸法，甚至混入诸法中呢，你甚至不染一切法。就像各位，你们今天进入社会的大染缸。你们要学会不染一切法，社会很污染没错，可是进入混过之后却不会染污，
就像莲花，它成长，它是从污泥之中长出来。它开莲花的时候，污泥，开出莲花的时候的花，花朵并没有沾到任何污泥，甚至这个花是开出水面之上，连水都不沾走。我们修行也要修到这样子的清净。这边是进门，进门就是强调那个自信清净心。你要修到说入诸法界而无碍，你可以进入种种法界做种种事情，可是心无染不沾着。以自信清净心啊，你看以自信清净，从本以来不为污名惑导之所染故。佛陀曾经讲过，众生皆有如来德相啊，只众生皆有佛性啊，只因这个无名啊，把这个佛性盖住，所以那个佛性无法彰显出来。啊，那个佛性也就是自信清净心啊，都是那个不同的术语在显示同一个事情。自信清净心啊，如来藏啊，佛性啊，自心自性本心本性，全部是相同的东西啊。这个已经有人研究过，这是相同的东西。那如果你可以了解我们内在本来就是自信清净，所有的污染与无明都是很表面。就像我刚才在讲的，如果你了解心的整体性，所有的贪嗔痴的心只是很表面一样。从无始劫以来，我们的心清净的程度与佛无二无别。我们内心的清净，你现在各位，你们现在都是佛，你们的内心的清净的程度跟任何一尊现在已经成佛的任何一尊佛啊，那种清净度无二无别。只是说我们在自信清净心之上，还有无明，还有思惑、见惑、尘沙惑，这些我们比佛多了一些表面的惑。可是这些惑又怎么样？它只是目前暂时存在于表面。整个自信清净心从本以来都是没什么差异的。所以大家如果了解到这一点呢，你们就怎么样了？你看，心不染烦恼，烦恼不染心啊。你现在好像有一点困惑，好像有一点烦恼，为了一些挫折、一些事情起烦恼，对不对？你好像有一些烦恼，可是你要训练到什么？这些烦恼不会染污心。心跟烦恼永远是两件事情，自信清净心是一件事情，烦恼是一件事情，烦恼永远无法改变心啊。自信清净心啊，从本以来如果不动，一直在那边，就好像天空，蓝色的天空，它从本以来就一直在那边，只是有时候白云飘过，有时候乌云密布，新年的时候又下了很多雨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乌云过后，你看天空就是一直在那样。如果你坐过飞机的人就知道，突破云层之后上面就是蓝色的天空了，根本从本以来那个天空就一直这样子的。一样啊，你的心也是这样，烦恼是很表面的东西的，其实从本以来有自信清净心的。所以行者通达自信清净心的缘故呢，入于垢法，不为垢法所染。你看啊，这个是很大的差异哦。一个初阶的修行者，不是原教的修行者，他会很畏惧染污法，他会希望到阿兰若处修行，他会希望到深山修行，不要有声音打扰，不要有太多人喧嚣吵杂之处，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心，他要收摄六根，他要修偷偷恨，所以他有这些要求，他不想被太多染污法所干涉。可是这边啊，原教的修法刚好相反，原教他通达自信清净心，原来从本以来无二无别之后，自信清净心从本以来都没有变化之后呢，
那污垢法又怎么样？我经污垢法，它并不会染污到心啊。你看，心不染烦恼，烦恼不染心啊。污垢法不会染污心啊，根本不会染污到心，所以入于垢法也不会被垢法所染。你看，不可能被染到啊，总是清净啊。所以圆教的人哈、哦，他是大无畏者，什么都不怕，他进入染污的世间，从事一切的事情、行为、身口意的行为，他不会怕自己的行为，他不会怕自己走差错，因为他掌握住那个自信清净心。所以这就是净门，这就是净门。以上这个观心六妙门是什么呢？你看啊，忽有次第直观心性，即便具足也。这里的六妙门啊，不是一个一个修的，直接观心，不是次第修，每一个都是直接跟心相关，直接观察你的心。如果你可以直接观察你的心啊，马上全部一体具足，马上全部具足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边观心六妙门已经让大家稍微了解到说，整个六妙门都可以收摄于一心，从一心之中去体会六妙门。那再来第九圆观六妙门，它不是收摄于一心，它是收摄在哪里啊？它不收摄。观心六妙门是把六妙门收摄于一心，圆观六妙门是不收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收摄？佛教是讲收摄的啊，收摄六根，这边怎么不收摄了？因为啊，我刚这个道理跟刚刚我讲的一个道理是相同的。如果你真正了解你的心，你就了解全部众生的心。同样道理啊，这边它再更深入一层。如果一心可以通达众生心，一心可以通达所有的心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执着于一心呢？一法也可以通达一切法，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一心？任何一法就可以通达万法，为什么你要收摄于一心？内在一法、外在一法，皆服顺于法性，为什么你要特别内观？你为什么要特别内观？如果内观之后跟外观不一样，我们会强调内观，因为内观有它的特殊性，因为内观跟外观就不一样。可是你如果于任何一法上皆通达万法，那内观任何一法与外观任何一法全部都一样，内外平等，打通一片，岂有内外之别？就没有特别需要往内收摄了。所以第八他要往内收摄于一心，第九没有收摄，内观外观全部什么开敞开放，它是一个无限开放的空间。第八你们听起来已经够开放了，对不对？可是那还是收摄于一心的开放，第九是完全不收摄于一心，任何一法皆可以。我第八点啊，刚刚讲的那个第八是从收摄内在，你观察自己的心，去了解所有的万法。现在是怎么样？眼前的这一朵花，这一朵花是一法，你观察这一法就可以了解一切法。等一下你们走出外面，看开元寺任何一个景象，任何一个风景，从他任何一法了知一切。回到家里，跟你的弟弟妹妹、丈夫先生还是这个妻子相处，那也是一法。如果你可以跟你家人的那一法好好相处，通达所有的人也都通达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没有说特别要收摄到内心的了，但是重点是你要通达法心。好，现在我们讲这一点。
在讲这一点之前呢，如果你听不懂这么深奥的玄理啊，好看卡通，在这个关一下电灯。一个人在打坐啊。苍蝇，好嘛？你一点点点好帮他加来，你看麦。是很负面的东西吧，它一念转就变成花，它可以是苍蝇也可以是花，一体两面。任何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这样子吗？任何一法可以是正面看待它，也可以反面看待它，就是一念之差，都是这样子。内心的世界是如此，外在的世界通通是如此。你们学佛一定要抓住一个要点，外在的世界跟内心的世界不是独立的两个世界。佛法永远会认为说，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心所投射出去的，改变的内心就是改变外法。现在六妙门，圆观六妙门里面告诉你，传统的佛教它是改变心，改变心，心改变之后投射出来的就改善了嘛。他告诉你，改变内在跟改变外在通通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外在就是你的心啊，所有外在的世界都是你的心啊。你改变外在等于也是改变心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心改变？你改变外在也是改变你的心，内外平等，就是达到这个内外平等。所以现在你们看了这个卡通之后，应该可以更了解天台宗要表达那种意境，圆观的意境，一个观念而已。
们就来看这个文。不圆观者，体得如上所说，但观心圆，具足六妙门。观于诸法不得二乎？啊，就是在刚才我所说的圆观的话，岂是只观照心圆才叫做圆观？你这个观照其他的法就不可以圆观了吗？一定要回到心的根源来观吗？观察任何一法，色身香味触法的任何一法，观察鸟，观察花，观察一个人，难道就不能够圆观吗？可，他这边说可，所以这个就是这边呢，就是天台宗绝妙之处啊。所以他这边是讲，今行者观一心，见一切心即一切法。今天修行者，他回来观察自己的这一颗心，从一心就可以见一切心即一切法，没错。这是肯定的，而且是传统佛教万法唯心造这种观念所肯定的。现在他告诉你，观一法见一切法即一切心，哎呀，还是通啊。观察任何一法还是看到一切法跟一切心啊。所以各位啊，有需要一定观心吗？观法也可以啦，观法也可以。还有刚刚我忘记跟你们讲，我刚刚不是让你们背了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吗？这五蕴如何配合四念住修？身念住就是观察色蕴，受念住观察受蕴，心念住观察事蕴，法念住观察想蕴跟行蕴。这个你们要也要记起来，否则你们不晓得四念住在修什么。好，那这边他告诉你啊，圆观的修法不再分什么四念住、身受心法。身受心法那是修学的次第道，一定要修的。哦，现在这个是讲最高的啦。啊，我讲最高的给你们听，不是要你们马上这样修啦，你那个基础一定要打，那个基础要打，没有打的话，哦，这个境界是修不来的。那你那个基础打完之后，你最后可以达到一个境界，观察一法就看到一切法及一切心。你观察色蕴，从色蕴里头看到受想行识。你修身念住，结果修身念住里头看到受念住、心念住、法念住。你修心念住，结果修到有这个色念的身念住、受念住、法念住，任何一念住包含其他念住，任何一法皆含一切法，要修到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边呢，观菩提见一切烦恼生死，观烦恼生死见一切菩提涅槃，这里就妙了。你看，当我们说呀，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啊，我们就可以很超然的看见众生都在烦恼生死中。我们不要烦恼生死，我们要到达涅槃的彼岸。所以，我们发菩提心，观菩提心。这边他告诉你，你看到烦恼生死，也一样可以看到菩提涅槃。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说烦恼即菩提？一般而言是要断烦恼，断一分烦恼，证一分菩提。可是，在原教里面呢，他告诉你，烦恼即菩提。你看，观一佛，见一切众生及诸佛。可是呢，你观众生可不可以看到佛啊？啊，你看一尊佛像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一尊佛正在普度众生，他无时不刻千百亿化身在度众生，所以你观一佛就可以见到一切众生，还有诸佛，因为这佛与佛之间都会互相往来。但是你观一切众生就不行吗？你观一个众生就不行吗？可以。你观某某人，你从这个人身上就看到一切佛跟一切众生，为什么？请问你们内心有没有佛心？有啊，
你就是你一定可以成佛的，你一定可以成佛。所以观一个众生，你在里面就已经看到一切佛。为什么？你本身是佛，而且你成佛之后，你跟所有诸佛皆可往来，不是见到一切佛了吗？你成佛之后度一切广大众生，不是看到一切众生吗？所以从一个众生里面就可以看到一切，不一定要看佛，你看众生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。所以很多人不是在说啊，你到外面这个修行啊，到外面做善事啊，做得很好啊，家里乱七八糟，你现在就要用这种逻辑啊，家里动得好好的，外面也是好好的，就是你不要说只有偏向一边，另外一边都没有，这边他给你打破内外平，就是说打破内外的差别，让内外皆平等，不要有那个区别。你不要区别说一定要在外面做才是正确的，你我们自己在家里做都不正确，不是这样子，要做到全部平等。好，一切皆如影现，非内非外，不异不异。你最后啊观察到一切的法只是像这个什么幻化的影现，又像这个投影机，这只是影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你发现一切法都像这个影现，幻化不实。那幻化不实的东西，非内非外，不异不异，十方不可思议。幻化的东西啊，它就没有实际性可得，它本性是没有能做的人。这中间呢，没有谁去造作它，让它成为这样子，它本来就这样子。了解空性之后，并不是说没有因果。了解空性的人知道一切法如幻如化，那如幻如化里头有没有因果？有，因果如幻如化的呈现出来，修行者也如幻如化的了解这些因果。修行者了解所有如幻如化的现象，并且观察如幻如化的因果，自己受业报，自己过去造业，现在接受果报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如此观察现在遭受的苦痛是如幻如化的苦痛，苦痛是如幻如化，遭受业报是如幻如化，他皆可以如此来看待它。非但于一心中分别一切十方法界，凡圣摄修诸法数量，亦能于一微尘中通达一切十方法界。意思就是说啊，不仅仅回到一心中可以看到十方法界的凡人圣人，什么出生道的地狱道的，有的你回到一心中就可以看到，有的人像地狱道众生，有的像畜生，有时候你生畜生心啊，比畜生还不如的心啊，所以回到一心你就可以看到四圣六凡十法界的众生。可是啊，他这边告诉你，不是只有回到一心中可以看到，你在任何一微尘中啊都可以看到任何一法，那个法当然可以缩小到很小很小，微尘中啊，阿怒，你可以在任何一微尘中就看到这些东西，不是只有回到心。所以我这边也是试着打开大家的视野，内外打开，不是只有收摄。当然你那个收摄这个力道永远是最基础的，不管你是出家人在家居士，收摄六根是最基础的，根律仪，或者是你去受戒，戒师绝对教你收摄六根不要乱看，但是啊，最后内外都要打通。真正在圆教的时候啊，没有所谓的收摄，你看出去看到任何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你修到后来是看到任何的人事物皆在收摄中，而不是眼睛下垂45度，或者是关闭眼睛，这个才叫收摄，不是。
看任何东西，你的眼视也在收摄中，听任何声音也在收摄中。好，所以人看这样子的时候，通达一切十方法界，诸佛凡圣色心数量法门，是即略说圆观属门。你在任何一法上啊，通达无量无边佛陀啦、圣人、凡人的这些这个数量啊，他的内心起心动念，起了几个心，动了几个念，数量了了分明，这个是什么？圆观属门。所以这个境界呢，已经达到非常高了。事实上，一刹那的一刹那的心呢，不晓得就生灭几次了。如果我们要了解到佛陀的心，那是更难的。所以这个境界已经是很超凡入圣的境界。大家先欣赏 ，OK？ 你们说这个是大学阶段的，没错，但是没关系，纯欣赏，先欣赏一下好吗？好，欣赏完你可以向往有一天我要做得到，我要做到。我相信你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了解意识，了解意识不一定能做到，好，那没关系，你至少这个境界你懂了，渐渐走向这个境界。好，他这边呢用属门来举例，其他随止观环境呢通通是这样的意思。随止观环境他就不讲了，所以啊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最后他说了，《华严经》讲，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了达诸法真实之境，所有慧身不由他物。再次强调，所有智慧之身呢，所有智慧开发靠自己，不用靠别人。初发心变成正觉，为什么？如果你可以这样修啊，事实上，你如果够力根的话，你们当下就是符合《华严经》讲的初发心变成正觉。你们肯定当下这种圆顿性，你的内心的那种圆顿性，现在当下肯定它的话，就有这种情况了。当然离真正的成佛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是如果你们可以当下去体会这种圆顿性，你们就知道了，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说法到这边。那我们非常感谢开元寺，我们住持玉定法师能够举办这个佛学讲座，让大家可以聆听到天台宗的六妙门。我们是不是要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玉定法师呢？感谢玉定法师。谢谢，感谢我们再以热烈掌声来感谢那个开元寺哦，这一次，很多法师为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也是付出很多心力，是不是也感谢他们呢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回向。回向啊，今天因为刚过完年不久。所以我们用这个普回向真言跟吉祥偈来祝福大家昼夜六时都很吉祥。那请大家合掌，我们先唱三次这个咒语，之后就会唱普回向，之后就会唱这个吉祥偈。
谢谢。